哎，兄弟怎么样？等了很久了吗？皇上，让奴才在此恭候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兄弟，我的马半路跑毛了，跟你的老板说声，我来晚了，有辱皇命。这个嘛，就不要斤斤计较嘛。哎。该怎么办呢？你说了算吧。哎呀，你看我啊，兄弟，你看我一大早就赶着过来，半路跑冒又忙这宿嘛，连个早饭也没吐上吃。你看，好不容易半路买了个汉堡，也没来得及要上一口，不然我汉堡给你，是双层的，你就别气了吧，双层的，甚好。妈，那兄弟啊，取消了吧。老板还等我们，你的老板还等我们，啊，走吧，哎，好。